咱们看一下这个句子。这个句子就是说，如果下雨怎么办呢？这个应该是 rains 啊。这第七个是，如果它不来怎么办呢？这个是 doesn't come。if 引导的是条件状语从句，所以它后边的句子要用一般现在时啊，这是一个比较特殊的条件状语从句。what 加一个条件状语从句就翻译成如果怎么怎么样怎么办呢？